我是方文忠。1956年，美国独立日那天，从中国来到美国。我一直从事服务社区的工作，现在我正在竞选州议员，希望能提升加州民众的健康、教育和经济。方文忠作为大学教授及校董，致力于通过教育改变年轻人的生命。他获得加州教师联盟及许多人的支持。我参选是因为我希望加州向更好的方向转变，让我们一起努力，请投我一票。